再次感谢今天大家在星期天的下午呢，来到我们的澄清湖棒球场，来参与我们这一周我们的跨世代守护神主题日的第二天哦。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系列的活动呢，除了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狮王18Live的影片来让大家认识一下现在各队的终结者对于这个角色不一样的解读之外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周边有布置很多关东旗哦，也带大家回温了我们就是每一个时期同样是在最经典的守护者角色。那在场外舞台部分呢，昨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年轻世代的韵文跟戴安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就是我们同一师队最经典的资深组合，请大家一起用掌声加尖叫欢迎我们的林玉平以及高志高，掌声欢迎尖叫声。哇，今天真的球迷非常的热情哦，那很难得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赛前邀请到我们总教练跟首席教练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那一开始还是先邀请两位跟所有球迷朋友打个招呼。欢迎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今天高下带我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今天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经历，那下一位好，再次再次掌声给我的评审，那接下来请到我们的志刚。喂，大家好，我是志刚，谢谢大家今天来到现场然后参与这样的活动，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你们觉得很有收获，可以值得让你们回味，谢谢。好，所以今天这个分享会真的非常难得，我们也 先请两位教练先入座。那其实大家看到